咱们熟归熟，但是你已经跟我聊了几个小时了，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24个小时也已经到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你是知道的，跟我聊天费用很贵的。我们刑警队从来不会向嫌疑人付费的。你还怀疑我？我真佩服你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我在想，你们下一个交换对象是陆大春，还是梁子豪？我倒真希望我就是那个催眠师，那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，也不至于让你如此纠结。你这么着急出去，是想赶着下一次交换案？你觉得呢？那你就试着再把我催眠，看看能不能从这里出去。没必要，我没有逃跑的习惯。如果你是催眠师，你会如何设计下一场交换案的仪式呢？保姆，这已经是第三个问题了。如果你真的咬定我就是凶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看这里环境也不错，那我就先不出去了，等到你抓到真正的凶手我再出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受过这么严重的外伤，怀孕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韩医生，我们真的很想要孩子。韩医生，你就帮帮忙吧。你说我是做了半辈子生意，要是没个孩子，我这万贯家产我都留给谁呀？对不起，你们的这种情况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韩医生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能有个孩子，我都认。照你们的这种情况，真的对不起，韩教授，不是有试管婴儿吗？要不帮咱也试一个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夫人的子宫有问题，就是做了试管婴儿，也无法孕育。
谁呀？不是说了吗？老子有事儿。韩医生，那韩医生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是办公室秘书。哎，您说，您说。好，见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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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说地方，我们马上过去。 在警局听到一件事儿，方木最近很有可能会有一次大的动作。龙尾洞都已经被他们发现了，那最后一个笼子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哦，我不知道你把最后一个笼子放在哪儿了，但不管在哪儿。 咱们俩现在都不安全，必须立刻把这些女孩全部移送出境。哦。饶子浩，我告诉你，从你计划陈完宾馆那件事开始，整件事就他妈全包不住了。陈完宾馆、百神玉宫，甚至还有我他妈千辛万苦弄来的龙尾洞。 都他妈没了！我不让这些村民出村，我用拐卖少女的钱养着这帮已经习惯不劳而获的村民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已经是这条暗河中的一条盲鱼。 他们不会管你钱是怎么来的，只要你给他们钱，他就会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所以，告诉我，最后集体的位置在哪？ 沸沸扬扬的人口贩卖案终于有了新的突破。10日女孩经过多次的催眠治疗，现在已经恢复了记忆。她正在绿藤公安局接受问讯。她将带领警方找出代孕基地，彻底打掉绿藤这颗最大的毒瘤。我们已经画出了跨境拐卖以及非法代孕的真凶，年龄27岁到30岁左右，家境殷实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但是小孩子行凶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我们已经封锁绿藤市所有的公路、海运以及航空。现在，你已经没有时间转移了。但是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自首，因为很快，我就会出现在你面前，把你从那条不见天日的暗河里给救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最后。 把辛娜交给我。
说句自私的话，和台伟交易，给他妈的耗子争取了时间，他要跑了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那如果你是我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做不了你，我就是一直怀疑那个姓台的信不够，别到时候把我们一起尿了。我在商界混了这么多年，教会我一件事，那就是谁也别信。哥的意思是，台伟是不是真心想跟我做成这笔交易，我不清楚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邢娜对于他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邢娜在我们手上，那一切都好说了。邢娜要是换过去了，他们又让耗子跑了，咋办？你不会以为我真会把邢娜交给台伟吧？哥，你配耗子。兄弟一场，在他的眼里，跟一个杯子没有任何区别。我只要他把邢娜交给我，我们有了邢娜这枚砝码，我就有办法让我们全身而退。那耗子呢？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你们的这个报告，男女双方的情况都不错，只是田夫人的子宫环境不太适合生育，真是挺遗憾的。可不咋，我们两口子这些年就为这事奔波了，吃多少药可都不管用啊。你的情况吃药也没用，啥都别说，都是我自己不争气。想要个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们听说过代孕吗？代孕？那可是违法的。违什么法？我就是想要个孩子，我有什么错？在咱中国是不允许。你倒是好人啊。不行，不允许，那我们就去外国，哪国人我们就去哪国。哎，我就这么一说啊，选择权还在你们两位手里。老韩呐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咱们给你300万。你不早说，我有条件。您说，这第一必须是中国人。这必须的。这第二还得长得漂亮，这个头吧得1.65米以上，不胖不瘦，皮肤还得白。这还有二位，这样，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的话，我这就给你们准备些资料。一号有点胖，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哎，这10号可以。算了吧，眼睛那么飘，看就不专心。这个12号还凑合呀。算了吧，愁眉苦脸的，一点不阳光，咱得找个带笑的。就这20几个，田先生、田夫人。你们这么挑剔的话，那真的是帮不上你们忙啊！真的帮不上忙。走。12号。12号。
哎呀，哎，韩教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？有人找黛玉吗？这节骨眼上，行，我问问浩哥的意思吧。啊，韩教授，好，先挂了。白警官，我是陆大春。熊大来客，我同意你的计划，我可以把邢塔交给你，但是你要交给我的是给我开一条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。考虑一下啊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您怎么来了？方木在吗？方木，方木，头上那屋。哎，方木，杨云来找你了。杨云，我有点事儿先处理一下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方木，我先走了。方木，陈泽怎么还没有被放出来？诊所里边好多患者都在抗议了，我也有好多专业上的问题需要他呢。再耐心等等吧。这段期间，谢谢你帮助了我这么多次，再帮这一次吧。顺哥，人从基地运出来了吗？
太违约了今天。是我不懂事，我小。对不住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春哥，好了。菲律宾等你，哥。哥，春哥，春哥，没动静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大川，哎呦，排队啊！我们宋雨又见面了。少废话，行呢。哎呀，排队长，一见面就那么着急，你好像忘了什么事儿吧？证明我已经开好了，24小时之内，你随时可以离开绿岛。其实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要举报梁子浩，涉嫌拐卖人口，强制他人代孕。什么意思？想找个顶雷的？您这样说，我就真的不开心了。什么叫找个顶雷的？所有的雷本来就是梁泽浩弄出来的，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。我只不过尽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不过呢，我也该享有我
该有的权利。出于对证人的保护，我要暂时离开，为了某些人不会中途反悔，所以呢，我会带着邢娜一起出国。当我安全的出国以后，邢娜就会回来了。我要是不允许呢？何必呢？生意嘛，有来有回的。您不就是想让邢娜安全的回来吗？我只要一安全的出国了，她自然就会安全的回来了。哦，对对，忘了，你们最近不是正在找梁泽浩的犯罪证据吗？只有我能够找到梁泽浩的代孕基地。哎，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我告诉你基地的位置，这样呢，你还能破案立功，秦娜也能安全的回来，坏人梁泽浩也能被绳之以法，一举几得，哎，皆大欢喜，多好啊！你怎么就知道我找不着那个基地呢？哥，我们跟着梁子豪找到基地了，但是基地里全是警察。陆家村之后已经打草惊蛇，而我们还没拿到证据，邢娜将非常危险，所以我演了这场戏，让你觉得我为了邢娜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少来这套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我负责，我才是刑队队长，陆大春绝不能放。我告诉你，方木，邢娜要是回不来，我一枪崩了。我同意你的计划，我可以把邢娜交给你，但是你要交给我的是给我开一条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盯住了陆大春。好的，部长。我见陆大春了，因为他说邢娜在他手上，但他提出了要求，只要放他一条生路，只要他能活着，邢娜就能活。行，我这就给你开出租屋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你怎么来了？之后我安排同事秘密跟踪你，直到发现你跟梁泽浩秘密交易邢娜的那个地下车库。春哥，好了。在那之后，你带着邢娜来这里跟我见面，而梁泽浩则回到了他的基地。地下车库出来，他身后也跟上了我们的人。他们在精神病院，在流动精神病院。念，代孕是指将受精卵子植入代孕妈妈子宫，由孕母替他人完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。妇女代孕时需植入他人的受精卵子，精子与卵子在人体外的结合，必须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。许多不合法的代孕
完全不尊重代孕女性的权利。年轻的代孕女性按姿色进行标价，网络海选，看五官，量身材，听谈吐。需要孩子的客户像选商品一样进行选择。我们必须马上救出行囊。不管用什么方法吗？不管用什么办法。这次玲珑的大秀不仅是见证我个人的作品，更是见证我爱情开花结果的重要时刻。还记得那个传说吗？日落之前在圣心教堂前接吻，爱情就会永恒。只爱也有